今天咱们又是一盘猪脑花，我知道你们爱看我吃这个。很嫩乎啊，感谢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个颜色嘎嘎的！你吃个圈肠不行？先给你来俩圈肠，来仨，给给给给给！我先吃一个圈肠，走着。嗯，哇，超嫩！热热乎的吃真香，你吃点这个吧，你尝一点羊百叶。哎呦我去，今天这个料绝了，羊麻布，羊肚，最后一个我干了，简简单单先来两根小血肠的，哎呦，啥东西都是吃热的香，但是吃热真的是对身体不太好啊，姐妹不要学哈。再来一口，这猪鼻眼真成果冻了。
哎呀妈，鼻涕都出来了。擦鼻涕。最后一口，我干了。啥都有，走吧。长毛脑，哇，超嫩。那俩确定不是啊？不吃会后悔的，大浪头有人吃没？彭医生，嗯，哎呀，呀呀，再啥？这长毛脑是真的是百吃不厌啊。你这个葱递的挺及时的，谢谢。水凉。嗯。老嫩了。完美。完美。
来个大肠最嫩的地方。我这大肠多嫩！哎呀，我的妈！此时此刻，我是最幸福的。我不吃了，这葱太辣了。辫子长，